抗能力我们已经看到了。那刘海龙呢，他虽然在前面一路领先，但是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确实还要稳住阵脚，稳扎稳打，对，把这个兢兢业业的比赛打到底，不要大意。选手啊，这个不轻易言败，这么一种良好的这种技术风格和他们这种品质，那个确实是值得称道的。这也是泰拳的一种精神。一个接腿，最后一个手别的。刘海龙啊，确实技术全面，而且做得非常娴熟。现在刘海龙要打得非常耐心。双方体力都是有明显的下降。对。